各位贵宾早安，审理大会即将于一分钟后正式开始，请各位议员先生女士准备就座，也请观礼的亲友贵宾移驾至101会议室或三楼旁听席观礼，请各位媒体记者朋友至采访席，谢谢。在这也请各位贵宾朋友们，为让宣誓就职典礼顺利进行，请将手机调整为震动或静音，谢谢配合。新北市议会第三届成立大会办理议员宣誓就职典礼暨议长副议长选举主持人推选会议，请秘书长说明主持人推选会议规定。各位议员女士先生贵宾大家早安，大家好，首先恭喜大家当选新北市第三届议员，现在即将举行本会第三届议员宣誓就职典礼。依地方制度法第33条第7项规定，宣誓就职典礼由议员当选人互推一人主持之，其推选会议由承认议员之资深者主持之，年资相同者由年长者主持之。本届议员当选人承认议员之资深者为陈景定议员，依规定我们请陈景定议员上台主持推选会议，陈议员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各位媒体朋友及观礼的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在此恭喜各位议员。现在进行推选会议，由议员当选人互推主持来主持第三届成立大会。现在啊，我们要请议员来推选。好，李坤成议员。李坤成议员。谢谢主席，本席推选陈永福议员。好，现在由李坤成议员推举陈永福议员。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没有意见的话，我们拍手通过。好，我们先请陈永福议员上台，好，并主持。主持好，谢谢大家，并祝大会圆满，谢谢大家，感谢各位，谢谢。新北市议会第三届成立大会典礼开始，全体肃立。主持人就位。唱国歌。
向国旗暨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主持人，请复位。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就座。主持人报告。新北地方法院林院长，各位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首先呢，恭贺在座各位当选第三届议员，本人深感荣幸被推举为主持人，感谢大家。现在为大家介绍今天监事人新北地方法院林辉煌院长，请掌声鼓励。依据本会组织自治条例第五条第一项规定，本会应延应于上届任期届满之日，依宣誓条例规定宣誓就职，不依规定宣誓者视同未就职。接下来进行的程序是宣誓就职，我们将依宣誓条例第五条规定，由宣誓人肃立向国旗即国父遗像，举右手向上伸直，手掌放开，五指并拢，掌心向前，宣读誓词。最后预祝第三届成立大会圆满成功，也再次恭喜各位。全体议员宣誓就职，请监事人就位。请主持人就位。请全体议员举右手，跟随主持人宣读誓词。誓词，一誓以至诚，恪遵宪法，效忠国家，代表人民依法行使职权，不徇私舞弊，不蝇求私利，不收受贿赂，不干涉司法，如为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制裁。谨示，宣誓人陈永福，中华民国107年12月25日。请宣誓人手放下，请监誓人复位，请宣誓人就座，并于誓词上签章。请主持人复位。请工作人员收回誓词。
请监事人报告完成宣誓就职人数。新北市议会第三届议员当选人名额66人，依规定宣誓就职共66人，全部完成宣誓。请监事人复位。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稍后举行议长、副议长选举。那在即将开始之前，会按一长铃声提醒各位议员同仁就座，以便清点人数。好，休息10分钟，布置议长、副议长选举投开票所。除选务工作人员外，请各位媒体记者朋友至2楼记者席，谢谢。我们即将进行议长、副议长选举。除选务工作人员外，请各位媒体记者朋友至2楼记者席，谢谢。各位议员女士先生请就座，以方便清点人数，谢谢。
选举议长、副议长。主持人报告出席人数。喂喂，报告大会，依据本会组织规则、组织自治条例第八条规定，议长、副议长选举时，应有就职议员总额过半数之出席。目前完成宣誓就职议员总额有66人，出席有66人，已达法定人数。现在开始进行议长选举。主持人报告投票方法。现在向在座各位议员报告投票方法。依据地方制度法第44条第一项及本会组织自治条例第七条规定，本会自议长、副议长各一人，由本会议员以记名投票分别互选之。因此本选举仍以全体66位议员为候选人及选举人，按公告当选人名单顺序将姓名分别印在选举票上，由就职议员以记名方式在选举票姓名上方空格内签选一人，自行投入票柜。第二，依据本会组织自治条例第八条第一、二项规定，议长、副议长之选举，应于议员宣誓就职典礼后即时举行，并应就职议员总额过半之出席，得以票数达总席之过半数者为当选。选举结果无人当选时，应立即举行第二次投票，以得票较多者为当选，得票相同者以抽签定之。三，投票顺序由司仪依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告之当选人名单顺序，并已完成，宣誓者逐一唱名，请被唱到姓名的议员同仁先到面对主席台右侧发票处签名或盖章领取选票，并确认选举人姓名是否正确，再到签票处签票。签好将选票自行投入票柜。第一次唱名三声未到者，是全部唱名完毕，再进行第二次唱名三声，仍未到者，以弃权论。第四，介绍选务工作管理人员。本会组织自治条例第九条规定，议长、副议长之选举由本会遴选3人至7人担任管理员办理投票、开票工作，并指定一人为主任管理员。今天的投票、开票工作人员另派高明慧主任、周春义专员、郑长娥专员、谢启文专员、王博玉专员、陈玉君专员、沈秋红主员，并指定高明慧主任为主任管理员。请推选监察员3至5人。新的那个修正后的地方制度法，现在选举正副议长已经改成记名投票，所以不是秘密投票，所以是不是有必要设置圈选处？对的，没错，同意。已经没有必要设置圈选处了。对，因为过去是这个惯例，但是如果说这个法律已经修改，应该是要跟着修改这个形式才对。对啊，应该，所以不需要圈选处，因为不是秘密投票了。就至少不用圈选处了，或者，譬如说像那个什么，如果在那个如果要倒戈的排一边，那不那个反对倒戈排一边也可以啊。监察有在监视，他走了。我们今天不是有监察人在吗？监视人。监视完他就走了。对。我想说法官在场的话，请教法官这样子合不合乎程序啊？应该是那阿伯盖。因为我们自己对自己负责啊。投票签选那个印盖章那个。对。所以你们好。转到底。为什么要签选处、签票处？是因为秘密投票的关系嘛？
那现在因为地方制度法修正已经没有所谓的秘密投票的问题，所以没有必要设置这个封闭的圈票处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啊，这个哈、哦，这个应该是讲程序，教育局应该在开会之前就是爱讨论这个代志，但是阿不讨论了。如果说，不是，我们要宣誓完之后才能够行使议员的职权啊。所以刚刚主席说明完之后，我就这个认为可以考虑把这个圈这个封闭的圈票处撤掉，或者改成。对，所以要盖影响到别人。我一挖就好了，你不要你回来、啊。但影响到别人，你是的。啊，你讲愿意的话，也是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我们那个圈标工具不怎样，你一样用那个圈标工具。来，秀先生来。主席，那个选票上面是已经印好我们的名字，还是我们签名？没有名字。是不是能不能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因为这是第一次记名投票。那么选票上面是已经印好议员的名字，还是议员本人签署名字或盖章？我们先来确定哈，这个投票的方式。好不好？我们先确定选票上面已经印好名字。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先来确定投票的方式，再来解决你的问题，好不好？不是不是不是，刚刚那个陈文智议员所提出的问题哈，就是要不要这个票柜，要不要这个签票处？这个先解决，再来解决说你那个票的问题，好不好？好不好？啊？现在，不啦。票上面有没有我们所有议员的名字啊？有没有记名？选票要不还啊？先确认啊！你要先确认。选票。对啊。选票上面是有记，上面。对了。选票上面有印制各位的名字。对，五个人的，但是投的人呢？投的人对，等他自己选举人的名字在上面。那个选举人的名字也在上面呢，哈，选举人的名字也在上面，应该选你吧？对，好不好？后来，我开票的时候，既然是这个记名投票，等一下开票的时候是连唱名还是说有没有唱名这部分也要先确认一下。唱名都有，都有吗？啊，对，是公，我们。投有选举人被选举人都有吗？有，拢有，拢有。好，那这个要确认一下，好不好？啊，咱先来解决一个陈文智议员所提的问题哈，是不是安尼啦哈？因为以我的看法哈，就是讲，照你讲，你那个法令改这个程序都要检讨，啊，但是各个都无检讨。有人要在里面圈也可以，那、啊、你外面的话，因为圈选工具有限啊，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我们要用圈选工具的盖。抹黑我们，对了。没有啊。一定哎呀，你靠那个靠，因为我们这个哈有我们这个的要有些懂得习啊，懂得习交通票有认定有效票、无效票的认定也都有的。好、哦、好、哦，对，送内政部核定下。是不是安尼啦？哈，稍等，等一下哈。是不是安尼？即摆就是讲这个圈选票数的部分了，就是讲中央选举委员会有规定中有效票、无效票，哈、哦，这个。一定要用迄个圈选的工具，啊，那叫今日只有三个签票处，那个工具应该无够，哦，啊，你若装要点签票处内底，要点投买晒，啊，你要点外口投买些晒，你啊，议事组设一个那个在没有签票处的所在来投，好唔好？对啊，因为议事组挨个处理啊，议事组挨个处理啊。哎，稍等。为确保投票人应有的这一个权益，权益哈，应当你领完票之后，还是要到圈票处，才能保障这一张票是他本人所圈选的。领到票之后，到投票处，对啊，对啊，这个程序一定要这样做。你说在这边等一下，我可不能把他去圈选，那我不能完蛋了。不能领票就直接拿到票，那这个隔壁领票那边投票，再投到这个票箱票柜。应该这样子。好，来，谢谢那个王淑薇王爷。那么既然大家都同意说哈，这个圈票处没有存在的必要，我不管大家要到哪里圈呐、啊，本席今天有困难，所以我拜托你把选票。拿来给我，你要用什么盖，通通拿给我。本席要在我的位置上盖。好，我看这个哈，这个是个案处理的，好不好？等一下，等你。这个不是，这个因为不，这个要个案处理，因为呢，他
本身有受伤。对。这里面哈，对不起，我是临时看了一下。这里面如果你没有用本会备制的圈选工具，是无效票。不是有会，我知道，所以不是我们想象中说，反正已经有名字了。我觉得按照程序走，当然王淑慧议员说他腿不方便，可是不要忘了，这次大选依然是如此，很多长辈也是不舒服，通通要按照选举罢免法来规定。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麻烦辛苦一点点。没有，如果你不设置圈票处，我就没意见。可是你设置了，不可以说我在外面投票的这种状况。因为还是有无效票的问题。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了，好，谢谢那个王爷先淡点哈，来，陈是陈爷。我刚刚会之所以先提这个问题，当然是主要考虑到我们这个王议员的问题，就是说改成非秘密投票之后，只要在议事厅里面指定一处或若干处。不用遮蔽都可以作为圈选处，那这个圈选处应该是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议员应该来可以讨论，或是可以指定，不需要到所谓的这个封闭的圈选处去，他只要在议事厅里面，当然不能说啊，我先想一下，我带回家去投，不能这样，在议事厅里面的一处或若干处，这个公开的，这其实已经不需要秘密或封闭。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方便这个王议员来投票？那当然，这个他圈选完之后，这个他可以委托或指定人家去投入票轨，那当然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好不好？这应该是这比较没有争议，你们好不好？那变成我们三府那边，那不行啊！代理人，这样这非秘密投票还是要自己投啊？应该是，应该代理嘛。对的，人家也这样过来。有那个监票人，他会有没有强暴胁迫？是那个监票，是监票。等一下，那个港同一问题嘛，对不对？还是怎么样？爬上去嘛，那他这样就比较方便盖章就好了嘛，对不？票规不一定该看看镜头啊，贴在头前加料啊，啊，你不是解决问题？因为各个是安尼，你阿票你阿你阿去遮，阿去摆喺头前，你个爬起啦，去遮个叫扛落来，啊，无就卡都无方便，对。后来，我刚好因为过去这个形式，照理讲哈，法律修改这个整个程序都要改，但是没有动没关系。那我们今天就是用这个较活动的了哈，大会决议决赛，我来向大家报告哈，就是讲我们这个这三个选票处，依照大会的意见，我们来。改在放在前面，阿林赛伟，可以吗？可以哈。哦，那个王淑慧王议员的问题，因为签领票要签名，啊，签名，对，啊，无就忘了，忘记无就是讲这个个案处理哈，不是通案呐，个案处理，因为他行动有问题，啊，请这个议事组人员把这个资料拿到。座位上给他签啊，安尼赛未？好不？好啊，这里就刷了就好了哈，好不？啊，三个全部。没关系。你赛未？排一起啊。三个。好，阿姨的王淑慧。王淑慧就是看大家只要同意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请工作人员协助？啊，他签名选票。签名选票，好吧。好，各位同仁。啊。只要可以的，看王淑慧是不是有工作人员协助他过来。一届三。叫越够选多少公委，一个外管，你接着乖乖。没了。不是。不用那么过来啊！你们是排那边啦，怎么会排这边？那边呢？我叫你们。在这边投啊。对。哦，好 ，OK，OK。要么你们移到这里来，啊，这个放这边，嘿，你们移过去。来啦，你们移过去，那这个圈选票移过来。再见哈。好啊，你们在那边。好。啊，就翻起来嘛，翻起来。啊，这边设一个。
这个等一下，你的圈选工具拿出来，放在外面，好、哦。那这个色调是。哦、oh, ，OK OK、啊。不是啊，拿出来就好，那拿移走啊，圈选票数拿移走，啊，在外面投啊。圈选票数这个拿掉，这个拿掉，一、那、嘞、個。好。好不好？那再向各位大会报告，就是王水王员这个个案的问题，就是请这个工作人员协助王水签领选票，好不好？好不好？哦，王水给人想到啊，好吧？啊，过来。好，来那个唐慧玲唐议员。我觉得本席觉得这个本会应该要提。这个体贴啊、哦，我们王淑慧议员行动不方便啊，征询一位高大威猛的帅哥啊、哦，就是扶着王议员去这个圈票处圈选，谢谢。这个以后列入哈、哦、修法的要件，好不好？啊、哦，好。过来，按照开始。再念一次，推选。按照。请推选监察员3至5人。来，那个跟主席，我们等一下，我先报告一下哈，跟大会报告，依据本会组织自治条例第9条规定，议长、副议长之选举由议员互推3人至5人担任监察员、监察投票、开票工作，并由监察员互推1人为主任监察员。监察员拟互推5人，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哈，没意见，继续哈。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决定由各同仁互推5人为监察员，互推名额按先后顺序至第5人为止。请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哈。如没有意见，现在请开始互推举5名监察员。好，来林金杰，林议员。本党推举那么陈以金议员跟陈伟杰啊、那么议员2位。当我们的监察员。好，来李坤成，李议员。本席推选这个张维谦议员，还有廖宜坤议员。好，那蔡景仁、蔡总召、蔡议员。李鸿业议员。李鸿业。大会有没有意见？好，没意见，鼓掌通过。来，过来。请监察员互推1人为主任监察员。好，现在请5位监察员至会长前方互推1人为主任监察员，并配合分配工作。来，这都改哈，双人节买更多。
好，跟大会报告哈，经五位监察员互推为，互推李翁叶儿议员为主任监察员。现在报告监察员工作分配如下：一、投票时，一、发票处请陈一金议员担任；第二、圈选处请这个陈伟杰担任议员及张伟倩议员担任；投票处请这个廖宜坤议员担任；第三、开票时验票处请张伟倩议员担任；第二、唱票处请陈伟杰议员担任；第三、计票处请廖宜坤议员担任；准票处请陈宜金议员担任。以监察员及管理员就位，请监察员、管理员就位，现在进行议长选举投票。选举议长，请监察员查核选举票。起验票轨，封锁票轨。没问题了哈，好，现在开始投票，请各位议员依示意唱票顺序至发票处签名或盖章领取选票，依顺序投票。陈伟杰议员，郑宇恩议员。郑代丽香议员，蔡景贤议员。蔡淑君议员，
陈明义议员。蒋根煌议员。蔡建堂议员。陈文智议员。钟宏仁议员。宋明忠议员。陈科明议员。赖秋妹议员。黄玲玲玲议员。何淑峰议员。王威元议员。李翁月娥议员。黄桂兰议员。
洪家云议员。蔡明堂议员。李雨典议员。李坤成议员。李倩萍议员。陈启能议员。林国春议员。叶元之议员。何伯文议员。戴伟山议员。刘美芳议员。黄俊哲议员。曾焕嘉议员。
周盛考议员。王淑慧议员。金瑞龙议员。陈景定议员。邱风尧议员。张维倩议员。张志豪议员。尤辉龙议员。连斐凡议员。陈宏源议员。罗文崇议员。
怡真议员。洪家军议员，林金杰议员。廖宜坤议员，林明仁议员。黄永昌议员，苏宏清议员。陈世龙议员，彭成龙议员。高敏慧议员，刘哲章议员，唐慧玲议员。陈永福议员，金钟玉议员。陈怡君议员，
林益启议员。白佩如议员。廖先祥议员。周雅玲议员。张景豪议员。杨春妹议员。宋宇珍议员。中仁达路斯议员。马建议员。全部唱名完毕。跟各位报告，请各位议员就坐哈。那个投票结束哈，还有未投票的人吗？有没有？没有啊。那宣布开票场所进行开票，并请监票员监视开票。
起票轨。开始唱票。跟大会报告哈，唱票方式先唱被选举人，再唱选举人。好。蒋根煌一票，选举人中仁达路斯。蒋根煌一票，选举人邱风尧。蒋根煌一票，差点投错。蒋根煌一票，选举人宋宇珍。蒋根煌一票。高敏慧一票，选举人张景豪。张景豪。高敏慧一票，蒋根煌一票，选举人陈怡君。蒋根煌一票，蒋根煌一票，选举人杨春曼。高敏慧一票，选举人倪明仁。高敏慧一票。蒋根煌一票，选举人马健。蒋根煌一票。高敏慧一票，选举人周雅玲。蒋根煌一票，选举人廖先祥。蒋根煌一票。蒋根煌一票，选举人白佩如。蒋根煌一票。高敏慧一票，选举人林奕琪。高敏慧一票。蒋根煌一票，选举人金钟玉。高敏慧一票，选举人陈永福。高敏慧一票。蒋根煌一票，选举人刘哲章。蒋根煌一票。蒋根煌一票，选举人唐慧玲。蒋根煌一票。确认，那我就确认，我就练哦。好，好，无效票一张，选举人彭成龙。我想想，哎，都摕出来看的，你要不要再拿出来看呢、啊？这个有争议就不行了。没有啦，应该是这个方向不错。压到的话不会这样子，今天跟今天无同。高敏慧一票，选举人
高敏慧。高敏慧一票。陈世荣。陈世荣一票。选举人陈世荣。蒋根煌一票，选举人苏宏清。蒋根煌一票。蒋根煌一票，选举人黄永昌。蒋根煌一票。高敏慧一票，选举人廖宜坤。高敏慧一票。高敏慧一票，选举人张志豪。蒋根煌一票，选举人金瑞龙。蒋根煌一票。蒋根煌一票，选举人曾焕佳。蒋根煌一票。高敏慧一票，选举人王淑慧。高敏慧一票。蒋根煌一票，选举人林国春。蒋根煌一票，选举人周盛考。蒋根煌一票。高敏慧一票，选举人黄俊哲。高敏慧一票。蒋根煌一票，选举人刘美芳。蒋根煌一票。蒋根煌一票，选举人洪家军。蒋根煌一票，选举人林金杰。蒋根煌一票。蒋根煌一票，选举人江宜珍。蒋根煌一票。高敏慧一票，选举人罗文崇。高敏慧一票。蒋根煌一票，选举人陈宏源。蒋根煌一票，选举人连斐凡。蒋根煌一票。高敏慧一票，选举人陈文志。高敏慧一票。蒋根煌一票，选举人游辉荣。蒋根煌一票。高敏慧一票，选举人张维倩。蒋根煌一票，选举人陈景定。蒋根煌一票。高敏慧一票，选举人戴伟山。高敏慧一票。高敏慧一票，选举人陈启能。高敏慧一票。高敏慧一票，选举人李坤成。高敏慧一票，选举人何伯文。高敏慧一票。蒋根煌一票，选举人蔡明堂。蒋根煌一票。高敏慧一票，选举人李倩平。高敏慧一票。高敏慧一票，选举人彭佳云。蒋根煌一票，选举人黄桂兰。蒋根煌一票。蒋根煌一票，选举人王威元。蒋根煌一
高敏慧一票，选举人赖秋妹。蒋根煌一票，选举人李翁月娥。蒋根煌一票。高敏慧一票，选举人陈科明。高敏慧一票。高敏慧一票，选举人钟宏仁。高敏慧一票。蒋根煌一票，选举人蔡建桃。蒋根煌一票，选举人蒋根煌。蒋根煌一票，选举人叶元之。蒋根煌一票。高敏慧一票，选举人李雨点。高敏慧一票，选举人何淑峰。蒋根煌一票，选举人宋明忠。蒋根煌一票。蒋根煌一票，选举人陈明义。蒋根煌一票。蒋根煌一票，选举人蔡淑君。蒋根煌一票。蒋根煌一票，选举人黄玲玲玲。蒋根煌一票，选举人郑戴丽香。蒋根煌一票。蒋根煌一票，选举人陈伟杰。蒋根煌一票。蒋根煌一票，选举人蔡锦贤。蒋根煌一票。高敏慧一票，选举人郑宇恩。开票完毕。主持人宣布开票结果。好，跟大会报告哈，现在宣布议长选举结果，总共发出的票数66张，有效票65张，无效票1张。啊，蒋根煌议长得票39票，当选为第三届议长。高敏慧25票，陈世荣1票。选举结果，蒋根煌议员得39票，达出席总数过半，依法当选为新北市第三届议长。我们恭喜蒋根煌议长，热烈掌声。选举副议长，跟大会报告哈，现在再次请各位监察员至会场前方，依原定分工监票。
请监察员查核选举票。起验票轨。封锁票轨。好，跟各位跟大会报告。好，那现在副议长投票开始，请各位议员依适宜唱票顺序至发票处签名或盖章领取选票，依序投票。陈伟杰议员。郑宇恩议员。郑代立香议员。蔡锦贤议员。蔡淑君议员。
陈明义议员。蒋根煌议员。蔡建堂议员。陈文智议员。钟鸿仁议员。宋明忠议员。陈科明议员。赖秋妹议员。黄玲玲玲议员。何淑峰议员。王威元议员。李翁月娥议员。黄桂兰议员。彭佳云议员。蔡明堂议员。李雨典议员。李坤城议员。
李倩平议员。陈启能议员。林国春议员。叶元之议员。叶元之议员。何伯文议员。戴伟山议员。刘美芳议员。黄俊哲议员。曾焕嘉议员。对啊，我那么偷懒。周盛考议员。王淑慧议员。金瑞龙议员。陈景定议员。邱风尧议员。张维倩议员。张志豪议员。
游辉荣议员。连斐凡议员。陈宏源议员。罗文崇议员。江宜珍议员。洪家军议员。林金杰议员。廖宜坤议员。林明仁议员。黄永昌议员。苏宏清议员。陈世龙议员。彭成龙议员。敏慧议员。刘哲章议员。唐慧玲议员。陈永福议员。金钟玉议员。
陈怡君议员、林益启议员、白佩如议员、廖先祥议员、周雅玲议员、张景豪议员、杨春妹议员、宋宇珍议员、中仁达路斯议员、马建议员、全部唱名完毕。好，跟大会报告，投票副议长投票结束，还有没有人没有投票的？有没有？没有啊。好，那个布置开票场所进行哈，并请监票人监视开票。起票轨，
始创票。好，跟大会报告，唱票方式先唱被选举人，再唱选举人。陈宏源一票，选举人中仁达路斯。陈宏源一票，选举人马健。陈宏源一票，选举人杨春曼。陈宏源一票，选举人宋宇珍。陈宏源一票，选举人廖先祥。陈文智一票，选举人陈永福。陈文智一票，选举人张景豪。陈文智一票，选举人周雅玲。陈文智一票，陈宏源一票，选举人白佩如。陈文智一票，选举人林奕琦。陈宏源一票，选举人金钟玉。陈宏源一票，陈宏源一票，选举人陈怡君。陈宏源一票，陈宏源一票，选举人刘哲章。陈宏源一票，陈宏源一票，选举人唐慧玲。陈文智一票，选举人陈世荣。陈文智一票，陈宏源一票，选举人黄永昌。陈宏源一票，陈文智一票，选举人高敏慧。陈文智一票，陈文智一票，选举人黎明仁。陈宏源一票，选举人尤辉荣。陈宏源一票，陈文智一票，选举人彭成龙。陈文智一票，陈宏源一票，选举人洪家军。陈宏源一票，陈宏源一票，选举人苏宏清。陈宏源一票，选举人林金杰。陈宏源一票，陈文智一票，选举人廖宜坤。陈文智一票，陈宏源一票，选举人陈宏源。陈宏源一票，陈宏源一票，选举人江宜珍。陈文智一票，选举人罗文崇。陈文智一票，陈宏源一票，选举人连斐凡。陈宏源一票，陈宏源一票，选举人邱风尧。陈宏源一票，
陈文智一票，选举人张维倩。陈侯源一票，选举人叶元之。陈侯源一票，选举人金瑞龙。陈侯源一票，选举人陈景定。陈文智一票，选举人黄俊哲。陈文智一票，选举人张志豪。陈文智一票，选举人王淑慧。陈侯源一票，选举人曾焕佳。陈侯源一票，选举人周盛考。陈文智一票，选举人李倩平。陈侯源一票，选举人李翁月娥。陈侯源一票，选举人刘美芳。陈侯源一票，选举人宁国春。陈文智一票，选举人戴伟山。陈文智一票，选举人陈启能。陈文智一票，选举人李雨点。陈侯源一票，选举人黄玲玲玲。陈文智一票，选举人李坤成。陈文智一票，选举人何博文。陈文智一票，选举人彭佳云。陈文智一票，选举人何淑峰。陈侯源一票，选举人王威源。陈文智一票，选举人赖秋妹。陈文智一票，选举人陈柯明。陈文智一票，选举人钟宏仁。陈侯源一票，选举人蒋根煌。陈侯源一票，选举人黄桂兰。陈文智一票，选举人陈文智。陈侯源一票，选举人蔡建堂。陈侯源一票，选举人蔡锦贤。陈侯源一票，选举人蔡明堂。陈侯源一票，选举人宋明忠。陈侯源一票，选举人郑戴丽香。陈侯源一票，选举人陈明义。陈侯源一票，选举人蔡淑君。陈侯源一票，选举人陈伟杰。
陈文智一票，选举人郑宇恩。开票完毕。主持人宣布开票结果。好，跟大会报告，现在宣布议长当选结果，总共发出副议长这个选举结果，总共发出66张选票，有效票66张，无效票0张。陈宏言议员得票39票，陈文智议员得票27票。选举结果，陈宏言议员得票39票，达出席总数过半。依法当选新北市第三届副议长，我们恭喜陈宏言副议长，请热烈鼓掌。好，谢谢。休息5分钟，整理会场，稍后将举行议长、副议长宣誓就职。即将举行议长、副议长宣誓就职，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就座。媒体记者女士、先生，请至拍摄区，谢谢。议长、副议长宣誓就职，请监誓人就位。请宣誓人、议长、副议长就位。请议长、副议长举右手。宣读誓词。誓词，誓词。于誓以至诚，于誓以至诚。革遵国家法令，革遵国家法令。尽忠职守，尽忠职守。报效国家，报效国家。枉费公公堂，不僭用人言，不滥用人言。不徇私舞弊，不徇私舞弊。受贿赂，不收受贿赂。如违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愿受最严厉。谨示宣誓人蒋根煌、陈宏源。中华民国，中华民国107年12月25号。请宣誓人手放下，并于誓词上签章后复位。请监誓人复位。
宣誓人宣布议长、副议长宣誓就职结果并致辞，有请新北地方法院林辉煌院长。议长、副议长依法完成宣誓。蒋议长、陈副议长，各位议员先进，行政院啊，吴政务委员，侯市长，以及在场各位贵宾，议会的同仁，还有媒体的朋友，大家好。恭贺各位宣誓人正式成为新北市议会第三届议员，即议长、副议长。同时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谢谢林院长，请复位。现在为大家介绍今天监交人。行政院吴哲成政务委员，有请行政院吴哲成政务委员致辞。我们蒋议长、陈副议长、各位议员、小姐、女士、先生，我们在座的，我们监交人，监事人，我们地方法院林院长，还有我们的大会主持人陈议员，还有我们侯市长，各位贵宾，大家好。首先，今天能够代表行政院来参加这一个交接典礼，那么首先要表达对我们各位议员女士先生的当选，那么表达恭贺之意。那么各位在依循我们的民主体制，那么然后在热烈的竞选活动当中，能够获得我们市民的肯定跟托付，来当选新北市议会第三届的议员，在这边再度表达恭贺之意。同时在这边也要对我们连任的蒋议长跟可以说在任的陈副议长，那么表达最高的祝贺，同时也期盼我们未来新北市议会能够在蒋议长跟陈副议长的卓越的领导之下，以及各位议员小姐、女士、先生依循我们民主的这个民意的这个要求，那么以及我们本着对于民众的福祉为依归，那么来在议会里面秉着互相的尊重、理性以及包容，善尽我们议员的职责，那么同时在议会里面发挥整个议会的功能，共同创造我们新北市未来能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富足跟我们生活的安定，那么之下来共同努力，这是行政院所期盼的要求，也期待大家共同努力。那么今天哲成能够代表行政院到大会来，那么刚刚李院长在跟我讨论说，我曾经也在这边站过，曾经也在这边做过
接受我们议会的各位议员女士先生的这一个监督跟这一个询答。那么各位在多年的照顾之下，今天能够有机会再度回来参加这一个建交的典礼，那么特别感到荣幸跟高兴，那在这边特别表达感谢之意。那么同时今天我要转达行政院赖清德院长，那么对蒋议长以及陈副议长以及各位议员女士先生表达最高的致意跟恭贺，也一并在这边要祝贺各位贵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吴政务委员，请复位。请蒋根煌议长致辞。行政院吴政务委员、监事人新北地方法院林院长、侯市长、事务各局处首长、各位议员同仁、各位贵宾、媒体记者朋友，大家好。首先恭喜各位议员同仁当选第三届新北市议员，根煌在此谢谢议员同仁的支持，让我得以顺利的连任议长。议会是民主的基石，以民意为依归，未来我将以成为议长，力谋议事运作之和谐与顺畅，秉持公正、公平、公开、尊重、沟通以及协调原则，共同监督市政，同时也会致力推动落实各项福利政策，关怀社会弱势族群，提升产业新文化建设，以积极谋求市民最大的福祉，争取市民最大的权利目标，让新北市要升为繁荣的国际宜居城市。最后祝福各位贵宾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李晨，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到议会大门口拍摄团体照。